我只能说他们两个都不了解我。被 Q 到了，为什么？被就是因为可能大家知道我会跳舞啊，或是有录对专场是跳舞，大家看到我就说哎、欸、要不要秀一下这样，我就会很不喜欢这种感觉。姐姐要不要出来跳舞 ？Q 一下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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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 一下。好像没有要停下来啊！来，来了，丸子妈咪，你呛虾一下，你一定比爸爸强吗？我一定比他强啊！我们都是女生，而且我们三姐妹从小洗澡到大，那我赢了。哦不不，我也陪女儿泡澡啊！哦，现在吗？泡到三十岁啊！太久了，那是游泳游。哦，来，我们家来讲，如果说来一个企业来讲，我们家我就是老板。哎，我老婆了不起，只是一个会计，所以基本上决定什么事要去哪里要干嘛，都是我决定的。怕管不怕官啊？对不对？你老板，老板是老板，老板天高皇帝远，然后官就哎，会计就负责给钱的。对啊，处理什么事情？钱是我的，人也是我的。哎呦，财务大师兰波老师，我看来你已经人财两失，不妙不妙。我很了解，我很了解我女儿的。来，我们直接就出题目了，好不好？第一题，姐姐的生日是几年几月几号？哦，巨星迷你年月日送分了，太简单了，年月日 easy 啦。OK， 来三个一起亮好了，这个没问题的吧？这个要不对，事情大条。是29号，对呀，没错没错，对了，哦对，所以29，这每一个孩子的生日都妈妈的母难之气啦。这题真的算送分了，送分，因为我两个女儿的生日都在我的手上。哦，小超，小超，小超，真的很感动。对对，我的小超有点大，因为我的左手是我的大女儿的生日，我的左右手是我小女儿的生日。爸爸，你看这么有心，对不对？爱女儿的心情，对，一辈子刻在手上。啊，这我就做不到哦，因为空间不够多。我们生四个，我现在要再生两个、六个啊！我们的恰这个刺青 model， 请问姐姐在学校最讨厌什么事情？最讨厌学校，比如有人骚扰啊，对，或者有什么事情，老师不公平啊，还是不喜欢扫地或什么之类的，不喜欢擦窗户啊，不喜欢上课都有可能。好，来，兰博老师，你的答案是最不喜欢游泳。游泳，哎，完整了。扫厕所，因为他在家都。不做事，我只能说他们两个都不了解我。被 Q 到了，被就是因为可能大家知道我会跳舞啊，或是有录对专场是跳舞，大家看到我就说哎、欸、要不要秀一下这样，我就会很不喜欢这种感觉。姐姐要不要出来跳舞 ？Q 一下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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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 一下。人家在讨厌你，在节目可能不喜欢 Q， 你就不要再 Q 人家，除非说有音乐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又没有音乐。哎，怎么会那么巧啊？哎呦！哎呦！耶！哎呦！那个自信啊，自信感，对，哇，很厉害哦，帅哦！哎呦，你看那个眼神很杀哎！哎呦，眼神哇，眼神太好了，很有态度哦。他好像没有要停下来呀，因为这边不是学校。哦，哎呦，耶！看姐姐在节目里面表演那个国标舞的时候，人家是看姐姐跳舞，我是在看兰波老师眼中的泪水，真的，对不对？骄傲的眼神，然后女儿都愿意，这个叫客少击球嘛，对对对，看女儿是可以。